静静的按下电源开关，屏幕的色彩越来越淡，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熟悉的地方，粗糙的键盘滴答发响，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，抛弃了不完美的人生，跃出了现实的天窗，全全全思想跳跃的文字透露愿望，安慰的话比亲密拥抱仿佛更真实的出发，thank you.